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念老为我们摄出无量寿经也有如华严经所说的摄玄门。摄玄的意思在这个经上通通具足。我们看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确实这个几句话实际上就是贤首过思在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上所说的，教理，教是佛教，佛教根据什么理？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建立的。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开头就说出来，佛教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法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整个宇宙，佛教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意思是一样的。从哪来的？什么原因而有的？什么原因？也就是什么道理而有的？
啊，法界一切就是万法，尽成一大愿起。这是《还原观》里的第一条，自性清净圆明体，从这来的。啊，自性清净，贤首大师说一句：自性清净圆明体。慧能大师说了四句，贤首大师把它归纳成一句，妙啊！啊，自性清净，能大师证得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没有欠缺；明是光明。体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一切万法就从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啊，这叫从一体。这个一体说得好啊，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真心，或者是叫它做自性，或者叫它做本性，都可以。大乘教里常常称它为法性，性就是体的意思，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离体。啊，贤首过世把它说成这么一句七个字。啊，能大师讲的体，这个自性的性体，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这些呢都在圆明这两个字里头。啊，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在第二句，就是成一大愿起，这就能生万法了。啊，能生万法是还原观上的其二用，二用就是依报正报。啊，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报是我们本人。啊，依报正报出现了。啊，那么一法成一切法，一法就是上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一法。啊，一法呢成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宝。一切法里的又起一法，这一法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这叫正报。能生万法，万法生一切法，生一报。啊，我们讲万法是全宇宙的，其一法，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有其一法，我们在人道这个人生，通通叫缘起。最重要的底下的一句话，一时具足，没有先后，
啊，或者叫一念具足。大乘经上常常有这个句子，一念一时是同一个意思。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了，就是一时缘起圆满显现，就这八个字。一念不觉，他就起来了。一念觉呢？一念觉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觉只是现一个自心清净圆明体，这是一念觉。啊，慧能大师在一念觉给我们说出无惧二十个字，能整个宇宙千变万化，他都见到了。啊，末后那一句叫能生万法，见到作现象，见到作用，啊，体相作用，通通具足。这叫相应。啊，到相应的，那就是还原观上的是三变，三种周边自信的起用，所以叫具足相应。啊，三种周边说明法界是一体。华严妙严品里面说，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法门，还是形容深广没有边际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一法是任何一法，没有特定的意思，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啊，为什么它是自信？一法离体是自信，一切法的离体是自信，所以从一里面见一切，从一切里头见一。古人也有用金跟气呀做比喻，一金做气，气气皆金，啊，用黄金做成器皿，无论哪个器，你都见到黄金。啊，把金比喻作体，气比喻作相作用，永远是一体。啊，而且也是见到全部的一体。你比如说我们。在一枚戒指见到黄金，这个黄金跟所有一切黄金制造品都是一样，你见到这个等于全部见到了。
啊，那么全部的环境的时候都在这一个戒指上显现出来了。明心见性的道理也如是。见性就是在相作用里头见到体了。啊，然后你回头一看，所有一切现象，所有一切作用，统统是一体。啊，能现能生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所现所生的不是真的。即使在一真法界，还有影现不同。啊，没有缘的时候它不现起。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体不可得。啊，这个要知道。不可得就得放下。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时，一切处，没有动念，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叫做照。啊，照见，像镜子。啊，镜子照见。没有起心动念。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叫法身大士。他们呢，用心如镜。我们凡夫啊，用心像照相机。啊，见一个照一个。录音像。啊，这个过去照相机里头有底片，你照一张，里头印子就落下去了，就像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落些种子。啊，镜子照的时候，完全用性照，没有，啊，没有底片，照得很清楚，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没有业，落印象就造业。啊，善的印象善业，不善的印象恶业。有业就感果报，啊，善业感三善道果报，恶业呢感三恶道的果报。于是佛法里修行的原理，修行的道理啊，说出来了。啊，会听的人从这里就觉悟了。啊，聪明人怎样呢？不落印象，看得清楚，是智慧。听得清楚是智慧，不落印象没有烦恼，那就叫不造业，不结业，没有业。这是大乘里头真修行啊，不是叫你不看啊，不是叫你不听啊，啊，不看不听怎么做众生？怎么能称不上道？啊，重要的在看又听，它又不落印象。我们跟法身菩萨、跟诸佛如来的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
啊，佛知道，部落印象不容易。啊，三种印象，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三种。啊，三种都是落印象。佛教我们一个方便法，先学不执着，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要执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真正没有执着了，你就觉悟了。但是不圆满啊！这个时候啊，有个名称，称你做阿罗汉。阿罗汉是正觉，没有圆满。功夫再深一点呢，哎，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心里没有分别，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再提升一级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法跟修行的方法，正果的方法，这就讲经了。啊，那么别人遇到菩萨向他请教，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你提出来，他就讲得很明白，讲得很透彻，把你也讲明白了。啊，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他起心动念了，他退转了。起心动念是菩萨。啊，化身菩萨，那他有分别的话呢，那就是三乘菩萨。他还有执着的话，那他是凡夫。他就又迷了。那他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能答复呢？啊，不但能答复，而且还能现象，应你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相，妙了。那是自信其用，道理在此地。啊，是自信。自自然然的起用，你比如一面镜子，外面自然照着来，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起心动念，照在清净之处。这个要懂啊！啊，不起心不动念，照见。见的全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六尘境界相，全是妄想。佛菩萨见的是真相，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生不灭，非有非无，隐现自在，它不是生灭法。起心动念的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变成生灭法。生灭法是念念不可得。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就是一个法界虚空界的全体。不但娑婆世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都在其中。一念就是一道光，光中现这个境界清清楚楚，谁看见？八地以上，八地以下听说，听佛说的，没有亲眼看见。六地七地跟八地很接近，在我们想想，可能他看见，但是模糊的现象，不清楚。八地以上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所以对于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对于妄的也不起心动念，这人家成佛了。无始无明没断尽，称他做化身菩萨；断尽，称他做妙觉如来。华严经把这桩事情讲透了。这个问题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哲学家在找着，科学家也在找着，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根性劣，烦恼习气很重，无量劫来造作罪业很深，定不下来呀！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啊！化身菩萨说真的。与自性本定相应，我们这一生没指望。来生也没指望，生生世世都不见得有指望，那怎么办？幸亏好有一个净土法门，
啊，只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就得救了。啊，佛法叫得度，其他宗教叫得救。啊，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不断，没有关系，叫待业往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能待业成佛。没有待业成佛的，再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生决定圆满菩提。啊，圆满成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证得诸法实相。这样就成佛了。啊，而且一生圆满，所以前面讲的它是等教，没有阶级的，一生圆满真的，无比稀有殊胜。啊，在修学年代里头，如果过去入佛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了很多经咒，学了很多方法，现在遇到了，遇到经宗啊，应该怎么办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会用啊！我们学了一大堆佛法，现在遇到净宗了，想在净宗成就怎么办？把所有的佛法统统放下。啊，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你这一生决定往生，一切诸佛都鼓掌，都赞叹你，你做对了。啊，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就遇到净宗法门，学了多少年没效果，看到修禅台加一点禅进去，看到学密的加一点咒进去，啊，看到学教的嘛，加一点经教经论进去，那诸佛菩萨看到就叹息啊，可惜啊。啊，把经宗变成大杂烩了，你自己以为很好啊？这些菩萨跟我都有缘，你看我一个都不得罪，啊，我通通拜你们，到最后不能完成。啊，这一生的缘分空过了，错了。啊，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六道凡夫，业障深重，
啊，遇到这个得度的法门，那个度不了我们的全都要舍掉。啊，不要障碍能度我们的法门，重要啊，这要看清楚啊。啊，所以遇到了，真正相信，那就不能不放下，不敢不放下。为什么不放下？自己没有把握往生。放下呢，自己有把握往生。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不放下不相应。这经上教导我们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一句。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向专念啊，不许可夹杂。啊，有人标榜禅净双修，还有人以为更高明，我禅净密三修。这都错了。自以为聪明，自己给自己做障碍，最后一样都得不到，依旧高流的轮回。你说多可惜啊！你说多冤枉啊，华严经上这一句经文我们要记住，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个叫一会，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会。啊，大俗语如海一滴聚百川位，这是用大海做比喻，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居住所有江河的水位，为什么都融入大海里去了？陆地上大小河流水都流在海里头啊，没入海之前每一个江河水味道不一样，入海之后一味融成一体了啊，净宗法门就是如海一滴啊，这一句名号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念一佛名号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一个也没漏掉。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界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就在这一本里头。我们得的是珍宝啊，不是假的，而且我们的根性跟它相应，我们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
啊，那么今天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要彻底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才如如不动呢？欢欢喜喜把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我就这一门，你看多轻松，多愉快。一直念下去，直通无上道啊！啊，是为此门之玄门，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啊，我们确确实实。与一切法门同时具足相应。那么经此经中，具足，具是具足，显是显示。啊，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啊，在哪里呢？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具足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是经文。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以前出家的名号，啊，他发了大菩提心，所以人生最可贵的是发心。啊，智慧能力差一点没关系，都不在乎。最重要的就是发心，你存的是个什么心？你存的心善，啊，经上讲纯净纯善，啊，智慧能力没有，烦恼习气一大堆，啊，可是这个人心地纯净纯善，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相应就自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有没有困难？有，但是所有困难到时候通通都顺利通关了。那什么原因？佛力加持的。啊，就像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诸佛如来。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了，
虽然造业很重，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他，他不会退失菩提心，他不会改变方向，他这一生呢，依然圆满成就。善根福德不是偶然的，是每个人徐世修成。那善行里面，什么是第一善行？中国人的老祖宗教我们，诸佛菩萨教我们，善根之根无过于孝敬。你看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孝养父母，孝子，奉师师长，敬子，孝，孝心，用父母做代表，表法，敬呢，用老师做表法，我们的身身，这个肉身，得自于父母的，父母恩重最大了。我们的慧命智慧啊，得自于老师的。父母给我生命，老师给我慧命。佛法讲，人有两个命，对待老师，报老师的恩叫敬，报父母的恩叫孝，孝跟敬是一个意思。地位是相等的，我通常称他们做根本，孝是根，敬是本。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个扎根，在孝敬两个字。没有孝敬，传统文化更没有了。传统文化叫什么？就是叫心敬，叫孝敬。孝敬圆满了，就成佛了。所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讲清楚、讲明白了，不能含糊笼统啊！不能叫人摸不到边际。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弟子规里头讲孝敬，弟子规里头经文字字句句都是和的，和学和用。为什么？它是真实智慧。我们看到好像，这一句现在社会又可以用，那一句它用不上啊。那是什么？我们智慧不够，
用得上的用，用不上的暂时放在一边，不能把它删除。为什么？到我们智慧提升了，哎，看出来了，这就管用了。啊，所以千万不能说把不懂的都当作糟粕。啊，那么小孩看到的四书五经，他不懂，全是糟粕，那就错了啊！长大之后后悔莫及啊！啊，不懂学子们，恭敬他，尊重他。为什么要恭敬？传了这么多年，传了几千年，都没有人把它废除掉，可见的，值得传下去，就有它的价值在。二是什么？二是我们不够深度。啊，从懂的先学，慢慢的不懂就懂了，到最后彻底明白了。所以，何学何用？它不是死的。啊，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活句子，不是一种讲法，时代版的，不是的。啊，你看孔子，你就知道。啊，学生问仁、问孝，你看孔子怎么答法。不是一个答法。十几种答法，几十种答法，真是智慧啊！啊，凡是圣贤东西都是活的，才值得人尊敬啊！怎么说都通，怎么说都圆融。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应付得了，活的啊，不是一个死方法。我们看一部经，自古以来的注解啊，汉朝时候人注解，唐人的注解，宋人的注解，明清的注解，你去看啊，都不一样啊！啊，从这上就体会到的是，它都正确，没错误啊！啊，什么时代都是时候，经文没有改变，讲解不一样啊，精神决定是关注的啊，词句说法不相同对于古籍世世代代的传承肃然起敬啊，到什么时候你才完全明了？见性就明了了啊！见性是孝敬功夫达到极致，就开悟了。那么发藏比丘
听了老师的教导，他真敢啊，老师叫他去参学啊，他真去了，于彼20亿居之佛土。居之是古印度数字的单位，一个居之我们现在讲10亿，现在的数字10亿是一居之。他真的是21个居之，21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表圆满啊。佛经里头像无弥陀经上用其表法啊，那个其是代表圆满，其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就是六加上当中叫其啊，圆满。华严用十表圆满啊，是从数目字，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是代表数字，十代表圆满啊。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教有密教啊，21居之，这是密宗的密教的啊，这里头什么法门都有啊，显教密教禅宗教下，大乘小乘无所不包啊。21居之的意思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通通在这里。法藏比丘全都去参访过，用现在的话说，他都到那边去做过详细的考察观摩学习。老师教他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十方世界好的记住啊，不好的就不要啊，用了五戒的时间，这大戒五个大戒的时间，这一桩事情做完了，总结出了就是48愿啊。48愿是于彼21居之佛土啊，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做出了总结，从这个总结里面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出现，这个世界的一真庄严超越一切佛刹啊，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一点不怀疑。为什么超越一切佛刹？它是一切佛刹里面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全在他那里啊，
一切诸佛刹土里不好的他人你找不到，这是非常我们常讲啊，合情合理合法了。极乐世界不是在想象当中生的，也不是老师世间自在王教他的，不是啊，去考察去看。啊，这才合乎逻辑，才让我们这些人学得心服口服。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念老写的，经中二十亿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啊，二十亿是表无量，所以它不是数字。法藏比丘，是无量佛土为一个极乐世界。啊，极乐净土，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啊，华严经竟然有，极乐世界有啊！啊，这第一门，同时居住相应门，是十玄的宗门。啊，实实在在呢，也就是本经的总相。啊，那么你要问，大乘无量寿经，它的总门、总相是什么？是遍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一真庄严，之总相。啊，无量寿经就是无量诸佛一真庄严。总相啊，本经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的，跟华严经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不是小事啊，啊，确实是无比殊胜庄严，又全持功德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是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能随一切众生意。众生所欲，随之冷暖、欢喜、深浅，个个不同。啊，我喜欢这个水热一点，他喜欢这个水凉一点，我们同时沐浴在水中，
我感觉的就是暖，他感觉的就是凉。啊，能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完全是随心因量。啊，这个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有。啊，随流速度的缓急，有人希望流得快一点，有人希望它流得慢一点。啊，还有深浅，有人希望水深一点，有人希望浅一点。人的希望不一样，个个不同。二次一水，能同时同出，满足一切众生心意。这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水是一法，众生的欲望是多法，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与一叶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玄是玄妙啊，不可思议。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下面是经文：波扬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甚深。啊，这是佛有声音。赞叹三宝啊，啊，乃至甘露灌顶受为神，啊，这当中啊省略了。世尊在经文里举了很多例子，到后面经文我们都会读到。说德文如是种种圣意，其心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这个四句很重要啊，这是修行最高的原理。我们在先前会用功的，他就在这用功。眼见色，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心是清净。外面境界也是清净的，啊，有分别执着就生烦恼，心不清净，外面境也不清净，一定要懂得，佛在《大乘经》里常说。色由心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常讲啊，啊，只要把心管住了，外面境界随着你的心在转，
啊，什么重要？心最重要，念头最重要。所以人要念孝，要念敬，整个宇宙就太平了。啊，孝敬里头没有是非人我。啊，为什么诸佛刹土一真庄严？说之不尽呢、啊，不但说不尽，无法想象。叫言语道断，心性出明。啊，全是心法。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什么意思？真正明心见性，万缘放下了。啊，心里头一丝毫痕迹都找不到。啊，这个我们要学心清净。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学清净，学不分别，让心正直平等，成熟善根了。善根是本有的，你这样修啊，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跟如来就感应到教，就如佛菩萨的境界啊，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法是从自心变现出来。当然相应啊，用心是用真心，用起心动念是妄心，是阿赖耶，用分别是用第六意识，用执着是用第七摩那识。啊，阿赖耶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与法不相应，所以得造业。啊，真心与法相应，真心不可得。啊，自信不可得。自信所起的一切相用也不可得，所以心是如如不动啊，法呢，法也如如不动啊。这个境界好啊。啊，所以成熟善根，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啊，这个相应就是大三空三昧。
那么在极乐世界修行的人，其愿闻者你想听，想听华严，佛在那里给你讲华严；你想听般若，佛就在那里给你讲般若。无量无边的法门，想什么听到什么。而且还有个本事，本事什么？像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为了要戒引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即化身呐、啊！真身，真身在极乐世界大讲堂这里讲经，没动，分身到十方世界，比电脑还灵光啊！电脑比不上啊！十方世界哪一个人成熟了？啊，要到极乐世界了，他马上就要去啊！啊，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人至少啊，念佛人有三次见阿弥陀佛，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念佛人至少见三次，啊，第一次呢，功夫成熟。也就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但是还有寿命。啊，所以你一定会见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记，你知道将来决定往生还有多少年啊？那么寿命到了的时候，就是距离往生一般大概三个月到一个月，也就是往生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阶段，第二次见到啊，佛来正式通知你日期，告诉你哪一天佛来接引你啊。第三次呢，就是佛来接引你的时候，你见到佛跟他去了，这三次都是现前见佛。为什么没断气啊？还在人间呢啊，跟佛走了，这身体就不要了啊，佛拿着莲花，花开的。啊，你坐在莲台上，花又合起来了。佛拿到这个花，带你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上，里面，花又合了。啊，就在花中，花没有开的时候，在花里头，转八十成四枝。这不是自己修的，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这个身体父母给我们肉身法相身，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身法性身，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能让我们在莲花里头转八十成四枝，
这还得了啊？啊，所以花开见佛，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极乐世界、平等世界，从什么地方开始平等？从身相。为什么身相大家一样的，心就平了？有的人相貌好，起傲慢心；有的人相貌不好，自己有自卑感，这就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还有这种情形，他不要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一样，相一样，这个烦恼生不起来啊。居住的环境一样，生活环境一样啊。见阿弥陀平等，每个人感觉到阿弥陀佛就是对我讲法，好像是一对一的教学啊。在大讲堂里面，无数的这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感觉到阿弥陀佛关心我，跟我说法。十方世界找不到啊，机会难得了，可别大意啊。啊，这个缘错过，那叫真可惜。学讲经，知识分子学讲经，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没有被染污，靠什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讲给别人听，劝别人，首先劝自己啊。啊，自己是真正一堂课没缺。真正自立之后才能立他，没有自立怎么能立他了？下面说，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你不想听的，听不到。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叫无上菩提心。阿凡作无，六多罗凡作上，三凡作正，苗凡作等，三又凡作正，菩提凡作觉，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圆满佛果所证得的。啊，化身菩萨他所有的是三藐三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一定是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断掉了，才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例子不胜枚举啊。说只是一水，举这么一个例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啊，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
每个人的愿望，他都能让他满足。啊，个个闻其愿闻之法。啊，每一个人在水里头听佛讲经说法，就是听他自己所学的、所欢喜闻的法，与法相应的。除水之外，眼见的色，耳闻的声，鼻所嗅，舌所尝，身所触，意所知，没有一样不是随心如意。极乐世界环境多好啊，多么令人向往，谁不想去？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信息，80年代一个小女孩七岁听她爸爸讲极乐世界的庄严，就一心向往，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她到极乐世界，念了3年，10岁，小女孩，啊，阿弥陀佛真的接引她往生去了。啊，她请她爸爸把家里亲朋好友都要来看她往生。啊，一般人都不愿意，怎么听小孩胡说八道，又没有生病，怎么好好的人就会死呢？啊，但是小孩很恳切，平常这个孩子也很逗人欢喜的，好吧，大家去看看，看看真的是假的，到时候时间非常准确，真走了。而且看到小孩坐上莲花转男身，女转男身，相貌庄严，坐在莲花向西方去，全都幸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很可惜的，这篇文章不够详细，小孩叫什么名字什么没有写上。啊，家庭啊，父亲有个画面，父亲以后出嫁了啊，都没有写清楚。可见华严十玄之总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本经上真有啊，这就是古大德称
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这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啊，是选第一宗门，往下这是别门，别门有九。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啊，大疏云，大疏是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著的啊，华严经的注解。他举个比喻，如金池之金，见的千里之隐啊，这是用一个镜子，镜子多大呢？一尺啊，一尺这么大的镜子，镜子照外面能现千里之隐啊，外面的境界通通照在里面，镜子小不大啊，既用镜子来比喻狭，而千里之音呢广啊，广狭自在无碍，本经发达十愿品云，第六品所居佛刹，这是指极乐世界广博严谨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量，极乐世界无量，我们这个世界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所成的，阿赖耶的相分，极乐世界是法性所成就的，法性没有限量，法相有限量啊，不一样啊，我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同居土就是六道，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啊，是心现是变的，是有量的，释迦如来的十报土无量的啊，释迦如来的十报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法性变现的无量的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凡身同居土，也有方便有余土啊，这就是十法界，极乐世界也有，虽然有啊，它不是真的，为识所变。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转识成智了，也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八识五识现所，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都是法性土。啊，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的，我们的同居土、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唯心所现，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加了一个唯识所变，性心识变，
啊，所以它有生有灭。啊，我们六道十法界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变。所以，心性、心生，没有生灭。啊，没有识变，不一样的在此地。那而且极乐世界呢，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六道里都只变成两道，有人天。啊，其他的没有。啊，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当比丘的时候，发藏比丘啊，访问十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有很多有六道，有十法界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他不要，所以凡圣同居图里面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其他四道都没有。啊，所居的法界，佛刹了，广播严谨，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美好到极处叫庄严啊，广大没有边际法性土，不是法相，在哪里？跟自性一样大，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既然是法性土，那也就是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我们往生很容易。啊，极乐世界三年没离开我们，当下就是。啊，阿弥陀佛一现身，你就见到了。啊，一步没有动，就在极乐世界，就是啊。这个境界，《往生传》里头有记载。啊，往生的人，家人问他见到佛没有？见到了。极乐世界上就在我家里啊，啊，在我堂屋啊，在我的房子隔壁啊，就见到了。啊，这个话是真的。啊，那么让我们想起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凡是识变的，就叫有为；心现的是无为，识变的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像梦一样。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梦未醒，在梦中还是找不到，自以为找到了啊，其实全是假的啊，这个比喻，比喻得太好了。
太妙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怎么想法了？梦幻泡影啊！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智慧就现前，就处理得很好啊！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的，你自己还没有觉得，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啊！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不能把心放在这上，放在这上面错了啊！好事美梦一场啊，坏事呢噩梦一场。无论行没有行，痕迹都找不到。佛就告诉我们，应作如是观了。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样看法就对了，与实相相应。啊，那么下面又用本经发大誓愿品，还是第六品，所居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尽，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几句经文，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我今天同学给我一份资料看，上面写着他见黄念祖老居士，啊，见到老居士现观世音菩萨身。我以前没听说过啊，但是有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我相信啊，我从哪里相信？看到下莲老、黄念老一生的行医，他表现在外面的，啊，细心去观察。下莲居老居士十大愿望相应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念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晚年了，身体已经不好了，走路拄个拐杖啊，注解大经坐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运动啊，情况很不好，真的得三宝加持啊啊，我每次到北京他都非常欢喜啊，我特地去看他
啊，向他请教。会经、会集注解，谈何容易？啊，古往今来会集的人很多，会集到尽善尽美，让人挑不出毛病，就是这一次。连功会尽，念老记住，妙极了。我们有幸遇到了，发现来沉船。啊，发心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每一个由这个金根柱得利益的人，我们想报佛恩，报二老之恩，只有这个才真正报恩。依教奉行，自己的利益，啊，决定生净土，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经产生信心，啊，只要一回头，一专注，没有一个不往生。缘太殊胜，利益太大了，这个经能不能救世界？难。每个人都专注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人的心性自自然然就跟三归十善六度六合十大愿望完全相应，那就是世间第一等好人了。他怎么会做害人的事情？你害他，杀了他，他对你还欢欢喜，还恭敬你，没有一丝好怨恨。为什么？身是假的。我的真的东西你没碰到，你害我是假的，这都是我不要的。啊，你杀了我，我提早一天往生。啊，谢谢你送我往生。佛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啊，学佛的人决定不会上街拿个旗子摇旗呐喊去示威，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那这丢佛的人啊，啊，佛教用什么？三归五戒。四十六度，啊，六度十愿，这佛法就这么多，不麻烦了。把什么样的人都教好了，啊，他是真实理，伦理道德，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没有。
啊，伦理道德只能帮助你来生的人生啊更好一点升天道。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还有很多亲人舍不得了。啊，舍不得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帮助你这些亲人。有这个能力啊，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恨不得我立刻就去啊。啊，怎么会给这些人争名逐利？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笑话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心里念什么，就念这个。啊，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说的表法，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社会变化非常复杂，非常多，看看。真正佛弟子他是如何来应付啊，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喜里头积功累德啊，这个积功累德万缘放下，根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一句里面的意思是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叫广。一刹之相没坏，这是狭，广狭是一不是二啊，不要说这一个佛刹了，一佛刹里面的一微尘，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有全法界，一粒微尘没坏，无量无边的佛刹就在这微尘中。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佛土供佛闻法度生，在一微尘里头，广狭不坏啊！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思议诸佛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